你会因为一个人的过去就否定他吗？对，为什么没有人要跟我讲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林柏宏化身宅男与渴望成为演员的陈婷妮来场偏执疯狂的爱恨纠葛。陈婷妮不止抛开包袱演床戏，甚至还首度与最强新人李牧挑战恋情尺度。就跟柏宏真的觉得还好，对象是他，我在不管是信任度上或者是身体上面都不太会害羞或者是觉得没有默契，但我第一次亲到女生，香香的。包含痴情男子林哲熙、色情按摩师丁宁以及 coser 姚爱宁等人，个个都展现超强演技。电影《青春试炼》入围五项金马奖，以 Z 世代为核心，描述青少年们遇到包含游戏、网红、社会舆论和家庭等种种问题，看似生活没有交集的六个人却互相交错，深深影响彼此，最后还卷入了青少年随机砍人案件。每场黑暗独白背后，演员可是做足功课，要怎么让两个情绪，一个欲望跟一个情绪共存，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更难，非常的紧张，因为它有很多独角戏，然后一个人的观看，一个人去想去筹划很多事情，所谓帮他写日记吧，帮他补足剧本面向不会陈述的那一块，不是这么精美，但是它却是在我住的地方真真实实存在着的。我觉得那对我的打击其实更大。在繁华都市中，大家都渴望爱人与被爱。电影《青春试炼》运用不同时间轴与叙事手法，交织六角恋情多线发展，同时也带给影迷们前所未有的感官冲击。TVBS 新闻台北综合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